张我们这张图，完事儿了吧？六个，六个都完事儿了啊！因为我是不是光想说这个，后面就没说吧？后边也不说呢，你自己都一样啊，都一样啊。那再往上走，咱再往上走啊，看啊，我在说这个监听器的时候，一共说几个？六加二，八个吧？这六个是不是这张图啊？还有两个没学吧？下边我们就学剩下的这两个，这叫与 session 中的绑定的对象相关的监听器。当然有个术语啊，这个叫什么？叫对象感知监听器。什么叫对象感知监听器啊？你这个对象要被人绑的，然后呢他自己就感知到了，哎呦我要被人绑的是吧，你要被人放的是吧，哎呦我就被人放是吧，是不是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你是看啊，我们往 session 当中可以放数据， session 域当中可以放数据吧，你往 session 域当中是不是可以放的数据可以是对象吧？如果这个对象实现相应的那个感知的接口，他就会知道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啊。 OK， 那现在学这个之前，首先大家得知道放到 session 当中的这个对象有几种状态。就比如说有个 user 对不对，有个 user， 这个 user 如果一会儿要想放到 session 当中啊，或从 session 当中移除或怎样怎样，这个 user 对象它有几种状态，有几种状态是吧？几种状态？四种状态，上面有四种，四种状态啊，我这写着呢，哪四种状态啊？其实你不用看，第一个叫绑定，第二个解绑啊，第三个叫钝化，第四个叫活化，分别它是成对的。绑定与解绑是一对儿啊，是一对儿啊，它其实用的是一个监听器。这个钝化与活化是一对儿，用的是一个监听器。咱看一下，先看这个绑定解绑，什么叫绑定，什么叫解绑啊？你说有个对象 user 被 session 绑呢，什么怎么叫被 session 绑呢？啊 ，session 这 set attribute 把 user 扔进去，是不是这个 user 被 session 就绑了吗？对吧？什么叫解绑啊 ？remove，session 不要它呢，是不是 session remove attribute 把 user 给扔出去，是不是就解绑了？这个应该不大明白是吧？什么叫钝化，什么叫活化，这一会儿再说。咱先看这个绑定与解绑啊，两个过程。一个监听器啊，哪个监听器啊？这个，你瞅这名字，绑定 ，HTTP 绑定，这名字很好记啊，哎，是绑定监听器啊，绑定监听器嘛，是吧？绑定啊，绑定啊。其实我告诉你，中国这个绑定就是根据人是什么外国译的，你明白吗？你们是不是那创新叫什么？创新叫帮。邦迪啊，那为啥叫邦迪啊？因为你这也是英语译的啊，译的 OK 啊。啊，咱们说那事儿呢啊，咱就说这个监听器。这个监听器它内部你觉得有几个方法？哎，就这监听有几个方法？两个。你就看这儿嘛，两个嘛，一个叫绑定的，一个叫解绑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觉得这个监听器要注册给谁？绑到你说就给谁用？给谁？瞅名字。对象，所以在这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这个监听器并不是注给，或者说并不是注册给 session 的，是给谁的？是注册给谁的？注册给那个即将要绑到 session 域当中的那个对象的，明白吧？哎 ，OK， 你在这儿来写一个啊，写一个 OK， 咱怎么写啊？看着啊，在这儿比如说我这个再讲包就主慢，啊，讲主慢包啊。主慢包 ，OK， 在这儿呢，我就简单写呢，我就简单写个 person 吧 ，person 一对象就一个人是吧？这人呢，比如说随便写吧 ，Pravit， 子睿 ，ID，Pravit， 子睿 ，name， 别的我就不写了，这样 ，OK， 这是对象嘛，对不对？这是对象，那这个对象。要用这个对象去干什么？去绑定我这个监听器。它为什么叫对象感知监听器啊？是对象自己感知到自己被绑或被解绑，明白吧？所以这个监听器是给谁啊？这个监听器是给我这个对象用的。所以你要注册就在这儿实现什么就行啊？接口 ，HTTP session bonding， 啊，你要只要记住啊。是给他用的，然后在这儿实现他未实现的
方法，几个？几个？两个。两个。要实现哪去那是？没有，导播还没实现呢啊。两个。看一下吧，两个吧。哎，这是都什么意思啊？啊，这个能看懂吗？这叫绑定的方法。绑定方法吧。绑定方法，这个叫安棒的，是不是解绑啊？解绑方法。那现在问大家，这方法什么时候触发呀？把这个，什么时候触发？代表推表的。我是不是将这个 user person 对象放到 session 当中，它是不是就触发呢？这方法什么时候触发？我是不是 session 当中 session 把那个这个 person 对象给 remove 掉，它是不是就触发呢？所以你看这个监听器是不是对象自己知道自己怎样吧？只是绑到对象身上的，明白吧 ？OK， 在这比如说写一句话，咱简单写一句话啊。当然这一样能获得那个被绑的对象是吧 ？OK， 这我就不管它了，也很少用啊。在这儿我写一个，就叫这个叫 person 被绑了，绑定是吧？下面呢？撕票了是吧？被解绑了吗？释放了是吧？被解绑。对吧，是不是 OK 是吧，哎，咱就看它执行不执行嘛，对吧？那这个写完之后，按照我们之前这监听器的步骤，我是不是得配一下吧，对不对？配一下这种感知监听器不用配啊，不用配，因为它是不是就绑到某个对象身上，它不用配，这对象只要自己一运行一被绑，它就会执行到，所以这个不用配。这记住啊，这个跟前六个不一样，前六个你显示是要配啊，这个感知监听器不用配。那下边我是不是得写测试代码？怎么测呢？我就在这儿吧，我都小一写，读慢这劲儿啊，我写个，啊，我就写个 server bin 是吧？因为我要得获得 session， 我这个叫 test， 叫 test person person bounding， 我不写 ng 呢，就 bounding 写什么 bounding， 啊 ，bind 是吧 ？bounding 啊，这种名字。OK， 在这儿改个名字，就叫 test bounding。bounding。其实我在这写的代码应该大家应该不难吧，是吧？能明白吧？干什么事儿？我要在这儿，我绑什么呀？绑什么？绑一个对象。我是不是我要做的事儿在这，就是将我那个 person 对象绑到哪儿？绑到 session 中。有绑定是不是有解绑啊 ？OK， 是不是先获得 session 吗？哎，获得 session。request 解 get。是吧，哎，获得 session 呢，然后获得 session 之后你要干什么呀？ set attribute， 是 set 一个 attribute 吧， attribute 你要 set 谁呀？你是要 set 一个 person 对吧？你是得创建一个 person 不得，嗯，就是创建 person p new 一个 person， 什么玩意儿 new person， 然后呢 p 点 set id100啊 ，t 点 set name 是吧？封，行不行？封一下吧。那现在我是把它放进去啊，名字让你随便写，写什么都无所谓啊。比如 person， 把谁放进去？ p、哎、把这 p 给放进去。OK， 是不是？是放到域的吗？你这放域当中一放，我干什么？我这个是不是本身自己就监听到的？这 P 对象干什么？就 person 对象，本人知道，哎，我被绑的，哎，我是不是这句话就执行了，是吧？那解绑呢？我就一次性的写完呢，解绑，就将你这个 person 对象干什么？从，哎，放出，从哪？从这个解绑，从三十当中解绑，从。放屁！你想的这个。从 session 中是不是解绑吧？解绑。OK， 这怎么搞这个？
session 就 session。第二 remote attribute 谁 person 你不能那个不是 P 啊，你这你是不是放着叫 person 名字也对不对，这名字走的 OK。 现在我要把它重启一下啊，咱们看一下效果就完事儿。哑啥呀，还没执行呢你这个是不是，我是不是得把放进去吧，哎，怎么搞啊，在这儿，然后在这儿我要访问哪个，访问叫 TEST 叫 test 叫方顶是吧，方顶我一回车是不是就执行我这儿代码的吧，找到这儿啊，咱看一下就执行我这个是这个代码是吧，然后我是获得一个 session 对象预对象，然后呢创一个 P 对象给放进去对不对，然后这个监听器是这儿吧，啊不是这个太多呢，这儿呢，这个 person 当中的监听器是不是自己就感觉到自己被绑了，这句话是不是打印的，当我再 remove 的时候，他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被释放了，是不是这就打印的，这一回车你就能在控制台看到没办法，先绑是不是在解绑啊，嗯，这其实并不难啊，并不难，还是说这个用处啊，其实你们一般情况下接触非常少，接触非常，还是说不写框架用不上，其实我们好多东西我肯定都是说这些话，到后边我是要写个基础加强啊，基础加强那天你发现那些东西，你后期都很少写呢，因为都是框架底层一些代码啊，框架底层代码啊。现在我就在这绑定解绑没问题吧？哎，咱再看一下啊，这个学完之后啊，这个匆匆而过呢，还有什么东西？说一下第二个，说第二个啊，是不是还有一个状态，它叫钝化与活化？哪呢这是？啊这是吧？钝化与活化是吧？我现在讲明白什么叫钝化，什么叫活化，什么钝化就是存到硬盘中，存到硬盘中，你看啊，首先你这个数据啊，对象的数据，比如说那 person 的数据是不是可以在我这个 session 内存当中放着吧，哦，session 是块区域，我说的区域是不是就是内存啊，嗯，放着啊，然后呢它从这个内存当中把你这个对象的数据给你持续化到硬盘上，这叫什么，叫钝化，这钝化啊，其实说就是碎片化的意思，就将你这词儿降了吧，降技术班是不是学过碎片化嘛，就将你对象的数据是不是存到磁盘上就碎片化，存到硬盘上对吧，什么叫活化呀，再从磁盘上拿回来，就从磁盘恢复到我的内存当中，这叫活化是吧，那你觉得这个你说有什么用啊，啊有什么用，优化这个还真有用，妈这个还真有用啊，它能对你的程序进行优化，啊，服务器进行优化。换句话说啊，咱先不说怎么实现，在这儿有一道面试题，我看下面写没写？下面没写是吧？我写到这儿啊，你把这概念给我知道了就 OK 呢。你先说概念问题，咱别说 API 怎么实现啊，就是接口什么意思，咱别管它。面试题问你，当用户很多时，用户很多时啊。我怎样对我这个服务器进行优化，当然这个涉及条优，我告诉你像这个的答案不下二三十条，明白吧，因为对服务器的优化，因为调优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牛的工作，一般都是架构设计的干的，明白吧，调优知道调优这词吗，听过吗，没听过，现在记着啊，调优就服务器的调优，程序的调优，就你这服务器，你这程序开发好呢，放到服务器上一测，其实你后续还有好多工作呢，是不是，你得解决并发问题啊，哎，一个人访没事玩得特别嗨，十个人一访挂呢，你这服务开始挂有啥作用是吧，不行吧，所以你需要调怎么把它这个服务优化，其中我这个钝化与活化就是对这个服务器进行优化的，你想一下，你可以想一下啊，比如现在我这仓快启动了，我这网站不说好了启动了，哎，我在上卖东西呢，比如你们都是这个客人是吧，客人就是买东西的人对不对，你比如说哎上到我这网站呢是吧，上到网站打开我这网站 OK 你吃饭去呢，后面的人是不是又打开网站又吃饭去呢，就意味着可能我这个网站现在有多少 session， 有多少 session， 你们在说80人，比如说80人是不是有80个 session， 但这80个人没准都没在操作，明白吗，全吃饭去了，没在操作，那是不是意味着后面再有人在访问的时候，可能导致我这服务器内存就扩大了吧？明白这意思吧？那怎么办？
就很简单，把这个用户的三指干掉就 OK 了嘛，是不是三指就清了？但那你觉得好不好呢？不好，用户体验不好。用户在这儿，你比如说看着啊，我买东西，哎，我买10万块钱的东西在购物车呢，我吃饭去呢。然后呢，又好多人去往这网站，网站一看不行啊，这人太多了是吧？把那个之前那三指干掉吧，干掉回来，哎，我结账，咔一点。没了，你是不是往那亏这个10万块钱的这个买东西的10万块钱的东西，你是不是赚不着了？明白吧？那怎么办？怎么办？你看用户塞这上的数据我不能清，是不是暂时不能清啊？但这个塞这呢我还没劲儿放，因为你这用户是暂时没用啊。嗯，怎么办？你要硬盘里。我是不是可以将把这个用户暂时不用的这个用户的数据存到硬盘上，保证能为我这个服务器是不是腾出一定空间啊？而且还能保证用户的数据丢没丢？没丢，没丢。因为这个用户回到这儿，我再访的时候，从磁盘上把数据再给他呀，这就是对话与活化。会答了吗？会答了吗？我告诉你，我到这儿面试的时候，我总监就问这么一道题。啊，当然他描述的不太清楚，他也不告诉你，他就想过这个题，想过对话与活化。当时问服务器怎么调优啊？哎呦，我调优这个。调优我这多着这个是吧？调优从硬件上调，软件上调，代码上调，我都能调。硬件然后怎么调？答题群呗，对吧？做反应代理，对不对？那软件怎么调呢？啊，当然也是集群相应的一些东西是吧？然后这个代码程序呢，那个说，然后最后呢，不是这个，我说啥？我说不会呢，太高深了。这最终他一点，哦，我说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second 的对话活化呀？他说啊，就这意思。那我早说呀你啊，是吧？然后就问这问题了，对吧？他一般就想通过这问嘛。对于你们而言，听我说啊，对于你们，比如说你出去说我工作一年的，你别的调优你也不会啊，你别跟人扯什么那个服务器啊，我怎样去改那个 JVM 的内核啊，改啥的，那个太高了，太高了，人家一般的会就行。这个面试题大概能答吧？就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能调啊，能调就行。那下边我们看我怎么炖，我怎么活。你听我说啊，这个实现接口的方式啊，它到底怎么对话，这个其实我感觉不重要啊。你什么重要？对话与活化的作用，这个重要，明白吧？你好好人家说啊。那下面我看一下怎么炖啊，怎么炖啊？啊，这绑定接口是吧？我找那个。这个对话与活化是谁对话谁活化？你是不是得找到主语吧？谁被对话谁被活化？谁啊？都不对，是放到 session 当中那个对象被炖的，明白吧？ session 的对象被炖的，是 session 那个当中那个对象是不是存到我的磁盘上的？谁被活化呢？存到原先存到 session 当中那个对象是被活化又恢复到 session 当中的，不是 session 被炖的，明白吧？是存到 session 当中那个对象啊。所以在这你要知道谁被炖的，对象被炖，跟这个谁被绑是一个意思吗？是一个意思吗？是一个意思。说那个是被绑监听到，这个是被炖监听到的。OK， 所以这个接口你要写也是让谁实现？让那个实体对象是不是实现 ？OK， 那现在咱再来写一个啊，来写一个，在这儿我再建一个叫 customer 用户嘛，是吧？用户啊，这个用户啊，比如说有一个叫 private。private， 比如说 string ID， private string name， 生成 get 和 set， 是吧？我要监听到这个对象被炖，我要监听到这个对象被活，我是不是让它实现那个接口？MPLE 嘛，哪个这个接口？这是吧？叫 HTTP， 你看这个名字，这什么意思？这单词什么意思 ？Activation， 这是不是活动的意思吧？就这接口啊，我直接把它 copy 到这儿啊。这名字我记不住了，我只能通过提示啊。找，你看哪个包的 ？Java X 生成的 AT 包的吧，给它导进去。然后实现它未实现的方法，猜几个？几个？一个是对话的，一个是活化的。OK， 没问题，就是这样，一对话活化。
但是关键你找，你先找出哪是对话，哪是活化的。这个对于这个英语不太好的同学，这个 need active 活化，下面是活化，这啥这个动画，动画，对话吧。所以就懵了，啥单词儿这都不认识是吧？这个是活化。为什么对话 ？Will 嘛 ，Subject Will Present 啊 ，Perceive 的是怎么读这个 ？Perceive， 这是不是就是持久化的意思吧？这单词是持久化的意思。你看这下面的 ，Active 这不是死啊，这不是那个死那单词，这是个动词过去式吧？是不是他要是吧 ？Active 是吧？哎，他要活化嘛。所以这个是对话，这个是活化。啊、哎，你们英语比较好，你们说我英语不好啊，我猜那个猜过六级啊。我看着，在这地方我干什么？我是不是打句话吧？我在知道上说被蹲了，对不对？比如这个叫我这个 CUS customer 被蹲了，被蹲化，是吧 ？Copy 一个，这个是 customer 被活化。活化吧，对吧？那首先你谈这个对话，谈这个活化，你首先是不是得将我这个 customer 存到三章中啊？而我的这个东西如果没在 customer， 这 customer 没在三章中，能提交出对话活化吗？不是，提不到。这个对话是我这个 customer 对象从三章是不是写到磁盘啊？活化是这个 customer 从磁盘再恢复到 session 那个内存区域当中啊，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大家知道。哦，写是写完了，问题又到我面前了。啥时候蹲呢？啥时候火呀、啊？你是不是得知道吧 ？OK， 那首先先别着急，我告诉大家，你要想对要想活，我是把它先放到三十当中吧。哎，我先写一段代码，写一段代码啊，这个叫 server， 这个叫 test， 叫 test， 叫 cus， 叫 customer active 吧，是吧 ？server。改个名字 ，test 叫 test active， 这事儿在哪？也非常简单，无非就是干什么呀？无非就是将谁呀？将我那个叫 CU customer 放到三十六，这个时候不用移除啊，让在内部待着就行啊。最快的。get session 吗 ？session 获得到，然后呢，我是不是得搞一个什么东西 ？set tribute 的，这写个叫 cust customer， 那么这是 customer 对象啊 ？customer 对象没有吗？创建一个 cust customer， 你有一个 customer。set ID 200，是吧？比如这个叫 this， 可以吧？是不是就放进去呢？哎，放进去啊！再说打句话，说这个完事之后打句话，说这个叫 customer 被放到啊，你也可以说绑定啊，一样被放到这个叫三十。明白吧？你不要放到三十域当中。那在这儿呢？你看着啊，我现在把它启动，它启动啊。清除一下控制台，我是不是先将 customer 放到域当中啊？所以我在这儿先访谁啊？访那个叫 test active 吧。看着控制台。是放到域当中的，没反应，确实没反应。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customer 在哪儿啊？在 session 域当中，况且说是在我的这个服务器的内存那块 session 的域当中吧，明白吧 ？OK， 那我怎么让对话呀？啊，怎么对话？看着啊，我现在服务器关闭，是不是叫正常关闭吧？看着控制。顿呢？这顿呢？顿的那文件在哪儿呢？这个吧 ，Tomcat 吧 ，Work 吧，
convenient cost， 我这叫外边三吧。嗯，存到文件的嘛，是不是这样的对象存到文件的？就存到这儿，存到这儿啊。那怎么让它活呀？啊，怎么让活呀？开吧，你看看看看，是不是启动啊？启动，活没活？活没活？没活吧？哎，这咱做实验嘛，是没活呀？什么让它活呢？啊？我是不是我看我要想在这儿我要从三十上拿数据，它是必然得活呀。它要不活的话，现在我问大家，我要拿数据的话，我现在启动服务器，我的内存当中有一个叫 customer 的这个数据吗？没有，因为这数据在哪儿呢？在硬盘炖着呢，是在硬盘炖着呢。所以大家看着啊，这个实验我接着做啊，接着做啊。所以我在这再建一个什么呀？在这个是不是获得数据的？所以 test customer at server bit 二二啊 next 改名字 the test active active 二，这个二是不是要获得数据吧？ OK finish啊，在这儿啊，我这儿要做的工作是从哪个域啊 ？session 域中获得 custom， 是不是获得 custom？OK，、okay， 那回到这儿，我怎么获得 ？request 第二 get 先获得 session 是吧？然后呢 ，session 点 get attribute 这叫什么？啊 ，cust custom， 你这是不是刚存的 custom？ 然后回返值啊，直接在这写吧。我强转一下 CUSTOI customer 等于对吧，导包吗，强转是吧，然后我从 customer 当中是不是得获得相应的数据吧，我直接打印 customer 点 get name 对吧，哎，这代码写完了咱们从头测发布走，把控制台，把控制台清一下是吧，清一下啊。那现在看着啊，我回到这儿，我访这个叫 test active 放到运了吧，现在我把它关闭，正常关对不对，看你的控制台找被炖的吧，哎，被炖的，然后呢我把它在是不是启动啊，我找什么，找那个被活的那句话吧，是没有啊，没有没关系，就关掉，我现在访谁，二，我访了二，是不是要从这个二当中获取出去并打上名字吧，不错呢，不错呢，不什么错啊， non-party section 哪空啊，哪空啊，十九行位空，哪十九行，这是吧，这他空的呗，它为什么空的呢？没获取到。你说炖没炖吗？炖的。它炖的为什么没获取到呢？没活化。啊？内存的内存。啥意思 ？CUSTOMER 我没写错吧？你看啊，这是个 CUSTOMER custom 吗？然后回到你这儿，你存的是不是存的叫 custom 吧？对不对？内存都没有，也反正就那次没有，是没获取到啊，是吧？你刚才炖的时候，看着啊，你们在技术班上学过这么一个东西，你要想让一个对象被序列变化到磁盘上，这个对象必须干什么呀？实现一个接口。实现一个 server mesh 接口，学过吗？学过。你对象数据样本要是持续化，那个到哪是不是得申一接口啊？这接口叫非常 gatsby 接口吧？所以这怎么搞？逗号实现三，这是拉九 ，S 一啊啊，嗯，我写不对吗？是不是加逗号了？我加了刚才啊。S 一，啊 ，S 一 R 为四人盖劲儿。I O 上面，这儿了 ，I O 的吧？啊 ，OK， 那再试啊，再试。
把它给重新发布一下。发布一下啊 ，OK。那回到这儿，我先访问这个一，对不对？就不带什么都没有的，是吧？哎，已经放进去了，你把它清一下，把它清一下。然后呢，我把它是不是停掉啊？停掉。蹲的吧，啊，蹲的啊，这应该有蹲的是吧？然后我再把它启动，是不是启动啊 ？OK， 启动之后看这儿。活了吧，然后我再访是不是二啊？刚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 customer 对象没有真正被顿到那个四板上吗？因为我没干什么呀，没实现私房开接口。你想，你没一个对象没实现私房开接口，这个对象能真正被存到四板上吗？不行，这是你技术班学的啊，这你就别问为什么了。这是一个标志性接口，这个接口其实内部它干什么？空的，没有任何然后实现的方法，就是空接口标志，它有一个标志。你这个对象要实现这个接口，我就可以让你这个对象被干什么？虚拟开发到磁盘上，就把你的数据存到磁盘上，也就这意思。然后讲没实现接口是没有办法把你数据存到磁盘上。OK， 那通过这个演示，我们大概能看明白这个对象什么时候顿了，服务器正常关闭是不是顿了？什么时候活呀？服务器是不是再次启动就活呢？明白吧？服务器是不是再次启动就活了吧 ？OK， 当然前提啊，你这个必须得实现这接口。但是你这样想之后有个问题，有啥问题？你感觉这个跟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面试题好像没有起到优化作用吧？不会关闭。我这服务器在没关闭，我是不是得让一部分那个经常不用的那个 session 张着对象是不是对话到我的磁盘上吧？是不是跟我这好像违背的不一样？那这怎么办？费时间。换句话到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某个对象就存到三十号的对象，什么时候被对话，是我们自己控制的吗？不是，是的，不是，是不是那个外部容器控制的？服务器你看关闭，它是负责帮你对话的；服务启动，它是帮你活化的吧？其实我们可以干什么？可以通过一段配置文件，指定这个文件。这个 session 当中，就是这个 session 多长时间不用，你就把其中的对象给我对话了啊。其实我们刚才说那优化是这种代码，这代码你别给我记啊，这记不住啊，因为都是一些什么名称，某些对象是吧？我们把它贴过去看一下，是吧？那这怎么做呢？看着啊，首先在我们的外部工程当中，看啊，外部工程啊，在你的 web content 的下边，你是不是有个叫 web info 啊？是不是还有叫什么 ？Meta info， Meta info 是吧？这个是不是一直没用过？今天我们用一下啊，就差不多，那就差不多啊。你在这个下边创建一个文件啊，没有吗？写一个 fill， 创建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叫什么呢？就叫啊，别创建文件了，创建直接创建个插苗吧，在这儿直接创建一个插 ml， 这呢。啊，名字我就叫 context， 这个你必须按照规则建，你见别的人读不到啊。context， 这样，是不是建好呢？先把服务关上啊。啊，先关了。我是不是建一个 context 吧 ？context 对不对？回到这，其实笔记上都写着呢，在你这个 meta 下边要建一个 context 的插苗，内部怎么写呢？把这代码 copy 过去。你只要知道过程就行，代码这配置文件你别记啊，你记不住它啊。OK， 咱看一下，我再介绍一下什么意思啊。首先有个 manager， 这个 manager 就是帮你对话，谁帮你对话那个引擎，谁帮你对话的？是不是这个？看这谁呀、啊、这个 ？org 点 apache 点 katangina session 点 present manager。我说呢，当你看到 katangina， 你就认为是谁呢？Tomcat 明白吗 ？Tomcat， 其实这个是谁帮对话的？是 Tomcat 内部有一个对象，就有一个功能，专门帮你做对话工作的。这个不能瞎写，啊，不能瞎写，这个是写死的啊，你就会认为是写死的。然后这有个叫 Max Item Swap， 这是什么意思？多长时间不用？这个代表时间，一分钟，明白吧？就代表我这什么？你说对话，我什么时候对话？当你这个对象多长时间不用？
一分钟不用就被对话。你要记住啊，这个叫一分钟不用被对话，我们在我们的外边插苗配的叫三十分钟不用被销毁，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三十分钟不用是三十销毁，是三十就没有了，这个代表是一分钟不用，三十当中那个对象被对话，意味着数据是不是写到磁盘了？三十销毁了吗？没有，三十没销毁，明白吧？三十没销毁 ，OK， 是这个字啊。还有一个叫 store， 什么叫 store？ 你对，省电，你对话你是不是要哪存储啊？这个是帮你存储的一个对象，这个就像你看谁提供的？还是汤派的，还是汤派里面提供的吧？在汤派内部有个叫 fill store 这么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帮你存文件。也就意味着你是不是要对话，对话是比较简单，三十张的数据是不是写到一个磁盘上，谁帮你写呀、啊、这个就想帮你写，写到哪儿啊？这名字可以随便写啊，可以随便写，你比如说 IT 黑马，有没有三儿黑马三儿，有没有名字吧，随便写，这是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存在就存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work 下边那个 org 什么 commit 下，明白吧？在你的工程下边有那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专门存你对话文件的。但说我就说到这儿，下边只看演示呢，只看演示啊，回到这儿，我把这个这样，我把服务启动一下啊，启动一下，OK， 那回到这儿，我把这个控制台听一下，其实我也不用看控制台呢，我在访谁？访一，我访一是不是先把这 customer 放到三十分钟啊？嗯，然后你看控制台存的吧，存的吧，然后等着吧，等多长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我是不是一分钟不用的？他其实这个也不太，这个对话的时间不太准啊，有时候他到不了一分钟，有时候是一分钟半啊，一分半啊 ，OK 吧？就等着吧。啊，等着，你现在就下课呢，可以下课呢，上走就去呢，反正等着，等这事儿等一分钟吧，下课就走呢，憋不住快去吧，下课呢啊，我说下课呢，我这等，我等这信儿吧，你们，你别等着是吧，行，等着吧，等着吧，等着，好，顿顿吧，顿顿吧，顿顿吧，是不是顿的？是因为顿呢，哎，你要你看着，我现在顿，我现在顿到磁盘是吧？那看一下磁盘啊，稍微看一下磁盘，就瞅一眼就完事了啊。在哪？在这儿吧。然后在你 work、conta、mina、locals， 你的工程下面吧。这是刚才那个不用管的，是不是有 IT 黑马三二？是不是我刚才写的那名字？你说名字不一样的，人家那个名字不一样就不一样吧，你把它打开。这是不是都是那个对话那个二进制吧？不过你找啊，有你认识的，看最后 Lucy 吧，这个就被顿了，明白吧？那你什么时你被顿你是不是控制台打印的吧？什么时候可以活化呀？你再访问就活了，明白吧？就是这段配置 OK 吧？哎，然后停一个啊，下课吧啊。